呢部《挑釁罪犯》裏邊落到紅色嘅軍事強人啦，咁啊中間都化粉紅，冇乜喜遇戰士啊。第三四位嘅你話咧，見到中間位置開邊落當就黑色嘅勇強旋風啦，黃色冇上埋嚟獨步天下。第五位嘅就馬啦，如意威威嚟嘅，暫時後少少嘅三隻馬啦，見到就海旋區全程包尾，真正到啊尾二化如飛都喺尾三位置嘅，咁啊走勢都麻麻地嘅啫。好啦，轉嘅呢個400米彎就最後直路啊，四隻馬喺前面搶嘅，裏邊落嚟走出嚟嘅軍事強人，中間位置見到係喜悦戰士啦，開邊係黃色冇嘅獨步天下都有啲走勢噶，中間黑帽紅袖啫嘛，就勇強旋風，後邊四隻包晒尾冇走勢嘅咧，就包括啊如意威威啦、海旋區同埋啲化如飛都唔入鏡噶。好啦，仲有100零米到終點啦，仲係佔些軍事強人嘅咧，力逼上嚟就獨步天下都未追到噶，過終點啦，贏第二組試就係軍事強人，第跑第二名就係獨步天下，第三名勇強旋風，跑第四名就係喜悦戰士。